113页这边哈，如果你要做出九九乘法表的话，像这个一乘一等于一的话，那这个一指的是列，后面这个叫倍乘数，后面这个叫乘数，等于第几栏相乘的结果。那其实答案就在这里啊。所以如果假设我们要练习三个五，也许在旁边多加一个九九乘法表。这边的话，也许哎，你要练习，请各位做一个九九乘法表的话，那我的提示就是说呢，我要用两个函数，可以完成的话，那基本上我们就用 column 跟 row。所以呢，这边的话呢，你就怎么先插入第一个，就是用 column，column 好 column，按确定，它是一嘛？如果你向右拉的话，应该到吧？到 i 刚好九。那后面如果要乘上所以串接嘛串接一个乘号用 x 来代替，and 什么？再插入一个 row，所以直接打了 row row 小括弧。那如果打勾的话，这个时候呢，向右拉看看。有没有？这起不过我要的效果，对，刚好颠倒。所以如果说我要把它两个颠倒过来，你可以再去调一下那比如说我今天前面想要列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放在前面好了。OK，重改一下，row 小括弧，然后 end 串接一个乘号。然后 and 串接，OK，color，最后的话呢就等于的话就 and 两个相乘的结果等于，然后两个相乘的结果的话就再串接 and 什么，把 row 乘上 color，偷懒一下，把这个复制拿这个来改比较快一点，这个 and 拿掉，再相乘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打勾我们来看一下，一乘一等于一，那向右拉前面都是列，向下拉。后面就是蓝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样做出来就刚好一个九九乘法表就出现了，可以看得懂意思吧？OK，所以那当然如果你要更多了，像印度的什么19乘19乘法表，那你就向右再向下，不是19的话向下，可以拉到19，OK，也可以背得出来。不过应该小学生只会背九九乘法表，如果你突然给出一个考题，你背到19看看。他突然愣住了，十九，老师没叫我背，OK，那这样的话不过像这种东西尽量还是不要背，用理解的，好，应该可以懂意思吧？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前面的就根据列，后面的根据栏，那我就这样写法，这样这个其实就是刚刚我们用的那个范例里面其实这个地方。就 column 跟 row，其实可以变化出还蛮多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对 column 跟 row 不熟悉的话，那将来如果你要跟那个 index 或者 indirect 配合可能就比较容易出问题，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。其实它概念很简单，就是指的是你现在在哪一栏，你现在在哪一列，OK，那我们其实后面的话就是把这个剪下，然后如果用 index 的话，就直接再把这个 index 里面。这个就放在中间，这个这边就一好了。前面的话呢，就是这个范围，Ctrl Shift 向下，然后把这一个给锁起来，F4，这样向右向下就 OK 这样应该没问题。只是说呢，我们最后做完之后还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，就是如何只留下后面，不要前面的东西。其实最简单的方法，一把这个一样剪下，二。插入到文字里面的哪里呢？mid，OK，方法很多个啦，你可以用 replace，刚刚同学讲，或者是说你可以用 mid，你可以用 find 也可以，find 冒号也可以。不过其实我发现最简单的方法，一把 test 剪下贴上，刚刚这一串放在 test。那 start number 的话是意思说从哪一个字开始，那我就从什么？从 len 前括弧。意思说，上面这个有没有栏位名称？刚好呢，就是我要扣掉的前四个字。那我如果要再一个字，再加一个字，所以加两个字。
冒号，然后的下一个字就是我要的，从第六个字开始。那我要全部都要的话，其实你也不用算它有几个字，你就输入99，因为刚好后面的字全部都要了，那你就给它一个很大的字就好了，你不用算。OK 哈，这一招应该还蛮好用的。我看这一招，因为你如果后面都要，如果你是中间的话，那可能还是要算一下。如果全部哦，你就给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就可以，但是也不要无聊，给它990，好像有点太大了，对，9900，无聊哈，99就好，差不多吧哈，应该懂我的意思啦哈。好，啊你也不要给太小，给个9，到时候如果超过的话，你又不够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大概取一个折中，按确定。好，啊这样的话呢，向右向下 OK 吗？你要思考一个问题，这个 LEN 是算这个入职时间，那如果我要向右的话，那应该它要动没有问题，可是要向下的话，应该都一定要第一列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向下，它就变成2了嘛，所以怎么办？请你在1的前面锁，那D的前面要不要锁？不用吧，因为你这个每一栏的长度不一样，所以你要跟着变，好，按确定。好，这个特别重要，这个如果没有锁的话，这个会错哈。按确定，好，向右，向下，OK， 大功告成。那最后再把栏宽调一下，好 ，OK。所以刚刚的部分的话啊，我们主要两个重点：一，99乘法表，试一下 ，OK。Row Color 啊，当然我这边的讲义是 Color 先在 Row 了，不过这个可以再自己调配一下，因为我的逻看你需要的逻辑哈。那第二个部分的话，就是再把我们刚刚哈本来 index 部分做切割，那我主要是用 mid， 好啊，当然呢不是只有一个 mid 啦，我讲义里面还有 replace 啊，不过看起来好像用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，好，来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